所以今天我们要跟男士阿美一起来学怎么样跟妈妈好好的沟通。如果我们跟你讲这个，你会开心吗？当然了吧，妈妈我爱你。代替真的很关键，因为有一位关键人物也要上场。我妈妈生气了，不要推。Semua mina kata keru. Yeah. Aku sedang cipan-pan. Amin. 如果现在呢，有一句话你可以对你妈妈说的话，你想要说什么？我最想说一句话。伊娜。放轻松，怎么了 ？Relax 好吗？怎么了？因为我妈妈是个紧张大师，她只要龙龙，我的那个手机没有办法出去，我没有办法打麻将了，这种的。哦，游戏没有钱了，对，是这种的。原来是紧张这种的。那换哥哥呢？你最想跟伊娜说什么话？我想No。放轻松，一样的，一样的。可是他是那种，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很早睡，就没有接他的电话。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几通未接了哟。呀，最紧张。然后打过去，他就会说：“我差点要报警了呢，孩子。”所以我们在这边跟我们的妈妈说。放轻松，好不好？冷静。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跟男士阿美宇一起来学怎么样跟妈妈好好的沟通，好不好？伊拉达基，拜拜。要怎么样跟妈妈好好的沟通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主语老师，我们的达旺老师，来，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你都好记得，知道我的心不安安，我妈过，娃娃奴吉维迪安，以波波果阿罗阿尼尼。嗨，好。达旺老师，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嘛，可是大家都会想说，哇，是不是就是女生是最大的最优先的，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也不是呢，也不是，对，女性是负责照顾孩子的，还有操持家务事，是还有管理财产的。哦，好重要这一点。对，好，我们的那个达旺老师也是妈妈了吼，对不 对, 对，那你还记得你最常跟你的小孩子讲最常念他什么事情吗？咋爱比登耶的给娃娃，我咋什么意思？这个孩子不听话，这个小很不听话。我妈妈也是会这样子讲。我小时候妈妈也是会讲，哎呦，没有耳朵啊，歪瓜当一烂的这个娃娃。对对 对, 对，全世界的妈妈都会讲说没有耳朵。对，为什么干不差令啊？没有耳朵啊。原来全世界的妈妈都一样。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汉文化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在歌颂。母亲啊，像有一首歌是母亲像月亮一样啊，那阿美族有没有也是有这样子形容母亲的歌词或者是文化或者是语言有吗？我们阿美族的是传统服饰上的那个绣的菱形，像这个菱形，这个就是妈妈的眼睛，象征着妈妈的伟大啊，然后妈妈随时都在看顾着我们，对对 对, 对。那我们这边请老师来教我们几个跟妈妈有关的单字。母亲伊娜，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那女性要怎么说呢？我们有分女生和女人哦。那女生就是爸爸希燕，爸爸希燕，对。女人是爸爸希。爸爸嘿，所以是成年跟未成年的差别。对对对对，了解。那因为女人都是刚老师讲掌管家务嘛，是。那家怎么说呢？鲁妈，鲁妈，鲁妈，鲁妈。家里的长辈，好，女性的长辈，我们要怎么称呼？阿姨，阿姨，对，阿姨。你知道吗？在这儿。老师这边我要再问一个字，因为那个米斯的妈妈很喜欢买东西，啊，买要怎么讲？米扎盖，米扎盖哈。我这个买东西，我真的不得不分享一件事情哦。我妈妈就是最近爱上了那个东差购物哦，买其他都还好，她买一个东西就像 3M 挂钩，你知道吗？她
寄过来的时候是一箱的。我想请问一下 3M 挂钩能有多大？它就这么一丁点大，它寄来那么大一箱，请问我家到底是有多少的墙壁可以给它贴啊？我到底我就问伊娜，我妈妈就很爱这种，然后她现在因为很害怕，我会念她，所以她都会到货了之后，偷偷把那个箱子放在他的房间里面，而且那一定要藏在衣橱里面，他不敢让我看到，我都有发现，特别注意，对，不要再买了，不要再买了，好不好？好了，那么这边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导火老师，如果今天我们很想要跟我们的妈妈表达我们的爱意，我们想要说妈妈我爱你，我们要怎么说？伊那奥马乌拉嘎古伊迪苏安，伊那奥马乌拉嘎古伊迪苏安，了解。好，那我们再来，谢谢，我们要感谢妈妈对我们家里的付出，我们要怎么说？谢谢妈妈对家里的付出，主语要怎么说呢？好，伊那奥马格罗基苏阿巴阿幺杜巴伦努鲁马阿赖。啊，阿赖，好，这句太长了，我们就是阿赖，这个很重要，谢谢，阿赖，谢谢妈妈的付出，对，很重要哈。好，所以呢，感谢我们的达瓦老师跟我们讲解关于这个女性在阿美族当中很重要的地位。好，那今天呢也有两对要来分享他们的母子关系，看他们沟通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哦。首先先欢迎我们的整个不对，欢迎我们的不对。达拉，还有我们的达洛，一，好，好，三，可爱，欢迎。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泽波哥，欢迎阿吉古，来呀，还有我们的鲁比，呀，三，欢迎。因为今天的那个主题是跟我们妈妈有关啊，听妈妈的话，对，要听妈妈的话。我们这边直接问，这边我们的泽部队都是母亲了嘛？吼，还看不出来呢，像少女，很像爸爸一样。对，好，我们看我们的那个整个部队哈，有两位年轻的，对。为什么你们突然要立正？因为要被念了，要被念了。有两位年轻的哈，啊，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拉拉姐姐，有没有不耐烦孩子的一件事情，很烦，然后你就会念他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啥不啥的呢？哇！哎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非常的皮。哦，你很皮，而且刚刚不第一听马上这样。又要念，要念我这样子哈，有吗？我定有吗？很常被这样念哈。对啊，很常被念。还有哪些事情最不喜欢妈妈念你的？阿嘎巴唧唧是什么？就是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自以为，不要勉强这样子。好了，就是好了就好了这样。好了就好。哎呦，其实妈妈有时候是担心是必那个很正常，因为就是怕你就是吃不好啊，穿不暖什么的，不要勉强，对不对？像有的时候衣服也是哦，我妈妈也是最爱管我衣服了，真的有没有？也是妈妈爱管衣服的，有吗？有吗？管你的衣服的，管特别是什么？特别裤子破裤子，对，妈妈说啊，我古白净啊你，你没有钱吗？没有买，没有钱买裤子吗？一定要穿有破洞的吗？对啊，没关系，妈妈放轻松。我们这一集是不是要一讲说妈妈放轻松？还是我们来学学看这一句哦？有没有哈？达旺老师，如果我们要叫妈妈放轻松，要怎么说？啊嘎啊嘎嘎来。阿嘎阿嘎嘎啦，放轻松，放轻松，阿嘎啦嘎嘎啦，好，放轻松，学起来，学起来了哈。好，我们今天的那个不定哈，因为这个大家都是熟面孔，看到他的脸就知道哈，在那个我们的 IG， 在我们的原名的年轻人界，是非常有名的音乐人 ，famous， 对的，今天也带来了一段精彩的演出，是吗？是的，来，我们表演一段好不好？来，欢迎。这首歌叫做《感应》，这，哎，
阿米格林古放在来啊，当到嘎古阿巴弗林诺阿索爱努巴胡马古，伊祖瓦吉拉伊巴瓦那好基苏呼宝，伊蒂尼古放在来啊，当到吉马古阿努米苏盖，哎耶基苏伊，格曼杜巴好，格曼杜巴好。耶，谢谢。就是这首歌大红，对，我就是这首歌认识他的，就是黑白的嘛哈，对对对，坐在那个音箱上面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一步一步这种，对，哦，本人听到的时候哇，很有魅力，很有魅力，很有魅力。然后刚才彩排的时候，我们的姐姐们。我们也要，对，不认输，不认输，我们也要唱，我们也有啊，对啊，你有歌，我们也是有歌的，好不好？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总部队，你们带来什么歌？等待情人，啊，等待情人，好，来，请。乌比达达拉那古，迪苏阿南都呀啦啦呀。自在萨多嘎古伊拉兰米达拉迪苏瓦南阿瓦迪苏带你好，我们问一下我们的达瓦老师啊，有没有喜欢我们年轻人打那个不定的歌？都喜欢，都喜欢哈、哦！希望年轻人多用主语创作，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很棒的鼓励了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游戏了哈。是，我们所有的游戏呢，都会跟我们的母系社会文化，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还有我们亲子之间的对话哈，都有关哈。好，回想一下你怎么样跟妈妈相处，跟孩子相处的过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进行我们的文化知识题。知识题，无论是选择题、论述题或是朗读题，再再都在考验参赛者的读语能力，没有得到分数也能靠造句抢下生活礼包。本关卡赢家可获得30秒铲红包时间，输家则有15秒，人人有奖，一起来抢答。来，马上进行我们的文化知识题啦。我们今天的文化知识题呢，都会围绕在理性。哦，理性主角。对，理性跟妈妈的爱恨情仇。要到这样子了。对。对，可是因为总是亲子关系，总是会有一些你知道眉角需要特别注意的。没错。对对，好吧，我们来看理性跟她妈妈沟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呢？第一题，请出题。好的。李信平常跟妈妈感情非常好，但是她最怕妈妈说以下哪一句话 ？A. 跟在少年基数。B. 乌萨巴拉爱基数。C. 巴布里多拉布伊迪苏安。D. 比巴达尼阿米苏包都感性。请抢答。哦、oh, oh, ，来，我们的直播队，对，怎么会是他们的？哪一个 ？A， 什么 ？A 吗 ？A 吗？好 ，A 选项是什么意思？哇，好，没关系，来，导老师 ，A 选项正确吗？哎，正确，正确，没关系，哇，哎，这个太可怕了，这个。这个是全天下的孩子最害怕的，最害怕的一句话。你等一下就知道了。达路会怕这个吗？达路很怕，会怕哈，会怕哈。来，我们来看一下 B 其他选项 B、C、D 哈。B 选项是你是最棒的。哎，我想学这一句话怎么说，老师可以再帮我们讲一次吗？乌萨巴拉爱技术，乌萨巴拉爱技术啊。好，来，我们的 C 选项是给你零用钱。好 ，D 选项是去帮忙洗碗。好，总共有这些。好，我们请导播老师来帮我们复习一下当中的几个重要的句子还有单字。第一个是哦，我要生气喽。阿妈巴鲁猪有嘎咕。阿妈巴鲁猪有嘎咕。好。巴布鲁猪是生气吗？生气，妈妈心生气，对，心生气。阿爸，我如此有个。
从内心深气出来的。对对对，来下一个是嘛？情绪转折好大，你真棒，你真棒。麻烦那技术，麻烦那技术，好，麻烦那技术。好，再来下一个，我最喜欢听到这个了，给你钱。巴布里杜比达伊迪斯万啊，巴布里杜比达伊迪斯万。好，下一个也是我最害怕听到的哈，去做事。彼得马基，彼得马基。好，这四句了哈。来，刚才是我们的泽部队得分啊，所以呢，我们的整个部队可以用那个以上这个，或是分享一个你跟你妈妈之间发生的事情。好了，我分享了。好好，就是这是一个情境。好好，好，要用主语的，要用主语的。嗯，那阿达拉格么格爸格姑。No, no, no.回来的时候马拉桑了，马拉桑了，对，有点晕晕的了。嗯，对，妈妈按给那娃娃，这样什么意思？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呢？嗯，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会跳街舞呢？太脆了，这样子。来，恭喜，可以抽礼包。来，你要抽，来，布丁来抽，布丁来抽。好，选一个颜色，选一个，帮我站定位哦，红色。红色，好来。红色，拉起来，请打开。红色是妈妈最爱的颜色，校庆费500元，恭喜，有500块喽。像你刚刚有演那个小短剧嘛，因为妈妈真的是很常有那种很情绪性的发言。对，你没有那遇到过那一种妈妈讲说你怎么会讲出这一种很像在演戏的台词有吗？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个，你自己的吗？对，我自己的。我妈妈曾经有一次跟我讲说。我很辛苦，我照顾你们三个人，你爸爸在外面花天酒地没有关系，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人，他又回来看你们就可以了。要到这样了，真的，哥哥，你的第一句话一个字都还没有讲的时候，就很多情绪了。妈妈的心里都是这样啊，很多，而且他一定要讲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守好这个家就可以了。所以妈妈那个情绪家。对我有多重要哦！好，哎，我想问一下老师，老师会不会也有这种情绪吗？老师，你会有你会这样子吗？那么激动的吗？会哦。那老师可以教我们讲“家很重要”这句主语，我们要怎么说？我大大龙安古鲁玛。哦，我大大龙安古鲁玛，家很重要，好不好？好了，下一个我们的第二题，李欣又遇到什么样沟通的问题了呢？好，第二题，李欣妈妈呢？哦，今天是她的嘎舒服站哦。那李欣送以下哪个礼物最能讨妈妈的欢心呢 ？A. 马术 ，B. 马答案 ，C. 马肉 ，D. 马尿。请抢答。好，来，泽部队。马术 A。泽部队直接回答就可以了。回答。来 A。马术是。好，老师 A 选项正确吗？哇！好，来，整个部队换你们回答了。马术。送哪一个？直接回答。直接回答就好了。C 吗 ？C 好 ，C 是什么？花。花哦。送花，老师正确吗 ？OK， 答对。我们来看其他选项。送公车了有。其实送公车我是觉得也不错，因为变卖的时候，那个白爽也是很多哈。对。可是送其他的好像也蛮开心的哈，树豆啊、香菇吃的，料理入菜的。但是送花有的时候送花总是会比较让妈妈开心嘛，对不对？好来，所以呢，我们也一样要来。学很重要的几个单字，两个节日对妈妈来说都很重要。刚才你有提到，
嘎叔福善，嘎叔福善生日，对不对？还有我们的母亲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说呢？老师，生日快乐怎么说？嘎里巴哈伊嘎叔福善，嘎里巴哈伊嘎叔福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呢？嘎里巴哈伊李新努伊纳。咖喱巴哈伊李信努伊娜哦，好，老师这边那个李信的意思是什么？那个节庆，节日的意思。对，这个是指节庆，节庆的意思。因为李信是那个丰年祭嘛，收获季。对对对对对。哦，了解。好，所以两句学起来，你的妈妈就会很开心了哈。嗯，拉拉可以吗？可以。拉拉，如果我们跟你讲这个，你会开心吗？当然哩吧，哦，有快乐了。好，来，我们这边我们的折布队没有答对嘛？我们还是可以拿礼包，好，但是你要对着我们的镜头，跟你们的最爱的人表达你们的爱意，好，不管是老公啊、男朋友啊，还是孩子啊，哈，要对着镜头，每一个人都要看镜头。奶奶。你把哈基苏伊那伊蒂尼伊个好富赞努米索，马乌拉哈古伊蒂索啦！哇，好爱，好爱哦！但是我说，在你的生日宴，妈妈的生日，身体很健康，然后生日快乐，妈妈我爱你！我爱你！来下一位，伊蒂尼乌比熊阿转，啊啊，咱妈妈古发罗转。冇啦，卡古都妈妈阿杜伊娜，冇啦，卡古伊蒂说啦，妈妈。哦，什么意思？温馨。过年的时候啊，聚在一起啊，爸爸妈妈就很开心呐、啊然后爸爸我爱你这样子。啊，好，最后一位。马弗拉蒂苏伊娜，哇！哇，这个最简单的马弗拉啊，巴古吉苏。我刚为什么有一点想哭？很温馨的感觉。对。好，来可以抽礼包。来来来。蓝色还是金色？好，蓝色的，恭喜你获得妈咪也要拥有好气色女性维他命组一个。有，可以。哎，维他命啦，这是保持年轻的关键。对，好，希望全天下的所有的大家都收看我们节目的都平安健康，好吗？好，好，现在一比一平手了哈。好，关键的一题，没错，到底谁会拿到这个三十秒呢？好，我们来看看李信又遇到什么样子沟通的问题。好。李信今天一回家呢，就跟妈妈说了这句话，妈妈就立马端出了一道点心出来。请问李信可能是说了什么呢？A. Masulat to kaku irahaw ko kakaanan. B. Mangalay kami a malawi irahanhaw ko kamaruan. C. Umaansaw ko kaulahan numiso a demak. D. Binasaw ko binatadan no yentumin to anini.齐抢答，哦，成不对，哇！我们的这个不好，好，真的是最强，来一个选项，可能说了什么，然后妈妈就端了一道点心出来。我觉得最不可能的应该是 D 啦，因为不可能会有原住民这件事。对，哪一个选项 ？A， A 选项，好 ，A 选项，老师正确吗？哎，正确。好 ，A 选项，我们来看哈，我好饿，有东西可以吃吗？好，来看其他的选项 ，B， 我们想要用餐，还有座位吗？然后就给你点心，好像也可以，有一点，请你稍等一下，可能有这样子的意思。C 是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就端出一碗点心，我的兴趣是烘焙。好像也合理，好像也合理哦，怎么办？请问现在原住民族有几族？然后妈妈就端点心出来，然后就有16片。因为妈妈都已经出端点心给你了，你也要称赞她一下。对，好，老师，我妈妈真漂亮。晚餐古伊那努玛古，晚餐古伊那努玛古，好，你吃到了妈妈做的菜，哇，这道菜真好吃！怎么说呢？阿拉说，给那辛纳贝，
爱苏吉纳西纳贝尔啊，这道菜真好吃。哎，这两句要学起来，万用万用。第三句，以后赚钱给你买房子啊，怎么讲？阿米一旦阿诺阿幺，杜比达萨比扎盖杜鲁马阿巴布里伊迪斯万。好，这个以后学起来，学起来，有朝一日一定会用到的。嗯，最后一个，我们要勇于认错啊，我错了，以后会改进。巴德拉斯卡古啊。苏马登多努马古阿努阿耀，好，了解。我们刚刚这一分呢，是我们的、我们的整部队获得一分。好，那我们的那个整个部队，请你用主语来分享一个你最常对妈妈说的话。万扎古伊纳努马古，万扎古伊纳努马古。啊。老师可以吗？可以，可以通过。恭喜你，不过我获得最后一个礼包。先拿礼包哈，来，又是你。恭喜你获得《天生劳碌命之妈妈好为君》的。好了，也可以了，也可以。可以啦。好，这边呢，我们想要问一下那个拉拉姐姐，刚刚那几句，你最喜欢哪一句？我们都放。Sarco ina numago。哦，你只要漂亮就好了哦。确定不是这一句吗？不用赚钱给你买房子吗？要吗？哦，也要哎。啊！原来是有复选的。多选题。哎呦喂！原来是这样子，了解了啊。好的，我们的第一个文化知识题呢，这个单元，恭喜我们的直播队获得30秒，恭喜！来，我们整个部队也有15秒。好了，马上进行到下一个单元了，到底谁会胜出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足语接力赛，两队共6人穿插排列，以接龙的方式答出与主题有关单字，并把气球往下传，气球在哪队手上爆破就算10分。单字错误时，足语老师会吹哨，如果逻辑怪异也会吹哨哦，直到正确才能往下传，怕气球的要小心咯。马上进行我们的足语接力赛啦。有的手心手脚跟手跟脚都是，我现在讲语无伦次。你怎么了吗？太紧张了。你怎么了吗？你为什么要紧张？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有被通知。怎么了吗？第三题好像我需要亲自下去。来，你滚圈过来。我不要，这钱好难赚。没有。你先在旁边看，感觉一下嘛。你先回想一下那些单字什么之类的，好不好？好。你先不要紧张。快哭了我。好，我们。先出状况题哈，第一题是什么呢？状况一，不要惹妈妈。请问妈妈日常中最爱碎念跟碎骂的话有哪些呢？对，我们第一个一定先是从这里开始。小小的哈，来，你妈妈最喜欢碎念哪些话呢？请接龙。你在做什么？米拉走结束。好。好。阿嘎巴出力，就不要回嘴。好。好。嘎夫点度。什么中文？去睡觉了。可以。嫉妒嘎，懒惰。阿嘎夫比隆拉嘟嘟手机，不要玩手机。阿嘎拉上，不要喝醉。阿嘎卡里样，不要暴力。不要打架。不对，要回去。刚刚没有清楚那个。再讲一次。阿卡欧比，看电视那么多 TV， 不要再看电视了。搞不定，都睡觉了。哎呀，睡觉讲过了。讲过了。睡觉讲过了。真的。就在你的旁边。好，刚才是抱在我们这个整个部队，所以我们的整部队获得1分。第二题状况题是什么呢？请出题。状况二，这世上呢有一种饿叫做妈妈怕你饿。好，请问在妈妈的餐桌上呢最常出现什么料理跟食材？只要是能够吃进肚子里面的都可以哦。蔬菜、水果、饮料。好，我们从拉拉姐姐，你要从哪一边开始？左边还是右边？你要从左边还是右边？这里。往那边吗？还是从你自己开始？从你自己开始。然后往右边这样。好啊。好，来，
你的妈妈的餐桌上面会出现哪一些食材呢？请接龙。大肚棍。好。龙。大龙葵。龙葵。发塔按素豆。素豆。李达二鸡蛋。好。卡子文利光牛。海洋鸡。哦。拉拉爸牛。好。布丁鱼。好。西肉咸肉。好。弟弟猪肉。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天鸡。天鸡，弟弟，你羊肉。羊肉。好。高飞了。好，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一个菜？野菜。菜一个菜，一个菜。鹅菜。鹅菜。鹅耳菜。发飞。精彩！来，刚才是抱在我们的这个这部队吼，所以现在又是一比一平手了。哎呦，啊，关键呢，下一题。对对对，下一题真的很关键哈，因为有一位关键人物也要上场。因为我们那个拉拉姐姐哈，我们先到旁边，因为我们的米师还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可是我觉得姐姐是最不怕的哎。没关系，你给她玩，来来来，你来主持，你来主持，你来我旁边。我要。对对哎呀！你去那个位置，快点，你试看看嘛，你试一次嘛。嗯，热烈的掌声欢迎阿米什小姐。天哪！天哪！我主持人不知道几集，我第一次坐在这个地方，你的眼镜好紧张哦。给他，我给他。来来来来，你们是不是等阿美玉等很久？我告诉你，从上一次我就在等这一天。我参加完之后，我就觉得你一定要这样子哈。好。这一题呢，魔王题哈，就是呢，我先讲一下状况哈。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一位少女。请问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是最棒的？啊，什么礼物哦？不用重复，不用重复哈，好吗？那我们就从那个阿基狗这边，你要从哪里开始？往那边是不是？谢谢你。所以，因为从那边过去，回来会很大哟。从你吗？好，来喽。好啦，妈妈最希望收到什么样子的礼物呢？请接龙，碧辣浅浅，法路花，好，五路妈，妈妈最喜欢很大的房子，啊，可以，嘎达布，是什么？结婚了，媳妇，媳妇了，媳妇，媳妇，可以，毛拉多，把你领归啦，啥马拉嘎尼啦。喜欢车子开出去玩，巴厘令我听不懂。车子就好了，车子怎么讲？车子开车的，记录下。妈妈喜欢开车出去玩，记录下。车子怎么讲？巴厘令，巴厘令可以吗？车子。发速，好，可以可以。怎么那么大？五度百摩托车，妈妈送妈妈摩托车。你过衣服，隔壁汤，你过五步酒杯。好，等一下，等一下，你还没有讲，没有听清楚。五步酒杯。酒杯，古布可以吗？古布，酒杯，好，可以。下一个，主大叔，叔，古柱，古柱讲过了。啊，鞋子，不对，我妈妈最喜欢吃猪肉，发布，发布，妈妈最喜欢吃阿样鸡肉，送鸡，哎呦，记录下车子，车子。好 ，Lumos No Way 什么？藤心，妈妈喜欢吃 Lumos No Way 藤心可以。我妈妈喜欢吃那个龙葵，我的骨干。可以。把猪猪按胸罩，把猪猪按胸罩。Kina Flo 是什么？芦苇心。九九。什么？你说什么？你没有？我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大声，九，很恐怖。怎么样？好，刚才你最后要说什么？酒吼，哎呦，来不及了啊！好了，恭喜我们的整个部队获得这一关，30秒啊！我们整部队有15秒哈。好了，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单元还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听妈妈的话吗？两组各自推派代表扮演妈妈，以组语出题向敌对提出十个身体动作的指令，该队必须全员整齐才能拿下一分。两队最后成绩可决定抽单字字卡的机会，发表文章后由组语老师评断胜负，赢家可拿下30秒拆红包的机会。一起来听妈妈的话喽。听妈妈的话就对了，对，在写这个小短文之前呢，我们要请两队进行老师说的进阶版哦，妈妈说啊，获胜的队伍呢就可以选我们后面的这个单字哦，先选5个来做短文创作，所以一定要拿下哦，因为输的那一队是我们帮你选哦，哈，好不好啊？来，我们的直播队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哈，我再提醒一下哦。听到指令马上就要做动作，对，三个人动作不一致错，好啊，指令做错也算错啊。我们来看十题里面到底你们可以答对几题哈。好，来我们的直播队来挑战喽，听妈妈的话，直播队请开始。算了，吉娜，卡多米人，好，通过，下一题。算了，吉娜，巴卡麦都卡瓦纳。好，通过，下一题。好，继续。算了，沙吉伊娜，比萨里奥蒂。好。哦，这是什么什么动作？啊，错误，答错。好，下一题，下一题。算了，沙吉伊娜，比特拉特拉伊杜卡麦。哦，下一题。算了，沙吉伊娜，尤比古丹伊拉努塔皮恩安。Yupi kutangila no tapi ingan。答案错，答案是吹你旁边人的耳朵，不要吹哈。好，好，下一题。Salsa china, kitinen kukamai no kawili, kitinen kukamai no kawili。好，通过。下一题。Kina turu a misata kutaku。好，有三，好明确的三下，好，可以，下一题。米子吗？听不懂。好，说。来，下一题。算了，沙奇伊娜，比姆拉维多高一粒。哦。可以。好，下一题。算了，沙奇伊娜，卡马罗。耶，通过。好，十题结束。攻守交换。好，接下来听妈妈的话，由我们的整个部队来挑战，请开始。Semua kena ketawa。好，通过。Semua kena kata mangit。好，通过。Semua kena pitala tala。耶，可爱，通过。Semua kena。Pasir Kawili。 Semua kena Pasir Kawanan。 好可爱哦。 Semua kena Kukusal。 等过。 Semua kena Isasa。 Semua kena Katamirang。哇，这是0.1秒，真的马上。Semua kena kamera。哎。Semua kena kasakaru。耶！耶！我们十题结束，来两队请回座。哇，这两队。我觉得出题的都非常有创意，对，很可爱哈。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成绩，到底谁可以先选单字呢？哦，来公布我们的成绩，我们的直播队获得7分，我们的整个部队获得10分。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主题是我的家哦，要介绍一下我温暖可爱的家。你觉得要写这个跟家有关的短文，要用到哪些字会比较好呢？来，5个。有马拉嘎巴，马拉嘎巴，英俊，好，马拉鲁，马拉鲁，好，马乌伦，马乌伦，想念，哦，想念，好，好，鲁玛，加，一二，再一个，再一个，巴拜，巴拜，
好，抚养，好，所以你们选择的是英俊、勤劳、加想念跟抚养，好，五个字。OK，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帮这个泽部队选那个你们的单字了哈。嗯嗯，我选一个，因为刚刚他们有跳出来。好好，这个我们的跳舞。啊，跳舞可以哈。那我觉得跟家好啦，拜访了，好吧。边跳舞边拜访，嗯，然后不小心翻倒，翻倒的时候看地板，不小心看到蚂蚁，他看到蚂蚁，然后再吃东西，好，所以我们有跳舞、拜访、翻倒、蚂蚁、吃啊，这五个字哦，用五个字来写你们这个甜蜜的家的情况。好，两队的短文创作，给你们时间，请开始。我的家庭真可爱，不好意思，我大走音，好好听哦。我们来听两队呢对这个家庭这个描写啊，会写出什么样子的短文？首先，先欢迎我们的整个部队，来，两位年轻代表，好，来整个部队请发表。马拉鲁吉亚马古，我爸很勤劳。好，马拉嘎巴吉亚马古，爸超帅。马乌伦嘎古伊吉拉难，我超想他。嘎巴古鲁玛尼安，把家里弄得很温馨、很圆满这样子。马拉洛吉拉啊米巴哈外伊达米安，爸爸很认真的抚养我们、照顾我们。哦，真的是很温馨的家。谢谢，谢谢，请回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泽部队来发表。好，来，我们的泽部队，请发表。米利苏阿甘米吉阿公安，我们去拜访我的阿公，能能喊。马拉汉姆吉阿公。阿公正在吃饭饭，都哈哈阿都喜肉，吃什么呢？糯米饭跟喜肉咸肉。马勒嘎咪啊，马勒马拉南，吃完饭之后呢，他马萨格鲁嘎咪，我们在跳舞。马弗林加公，阿公不小心跌倒了。能能喊古嘎古纳。你走路都，哇！地上前面都是那个蚂蚁在搬阿公剩掉下来的饭粒。哦。马德拉盖阿布萨克，哇！后面我太快说了哈，就是那个饭粒掉下来的饭粒，蚂蚁抱着回家了。啊！谢谢，请回座。哎呦，没想到哎，他们是两种演绎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哦，我爸超帅，我超想我爸；一个是哇，这样的哈，有带动作的。对对。好，不知道我们的达巴老师会把这个重要的一分给哪一个队伍呢？好，达巴老师，请用你的手指出哪一个队伍讲的最好，请给分。哎，恭喜我们的泽部队。老师为什么选择他们？他们那个描述的很顺畅，把那个词汇全部都连串在一起。是是，好了解。那我们今天这两对两位年轻人的表现如何呢？也不错啦，只有差两分而已啦。差两分，哎呦，你看，就差那一点点嘛，好，没关系，没关系。好，就是这个这一分呢，恭喜我们的泽部队获得了哈。那我们马上要进行到红包与它的产地。马上来进行红包与它的产地，来公布一下我们两队的秒数哈。我们的泽部队获得75秒，哎，我们的整个部队也不遑多让，有60秒，一分钟，对，一分钟也是很够的了哈。是，那秒数多的先来铲来。看，就是平常在炒菜，有在炒菜的哈。来，请就位，到中间，来到这边，到这边哈。桌子在这里啊。好，75秒，铲越多越好哈！来，计时开始。旁边的朋友可以帮，可以指挥哦。左边、右边、左边、指挥。指挥。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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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对对对，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哦，打对了，打对了，右边，好巧，好巧，再来一次，右边，哎，快点，抬起来，抬起来，再来，哦，好多，哇，好，整理好，整理好，再来，小心，哦，两张哦，哦，来，三十秒了，三十秒，加加加，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no no， 好慢来，哎呀，又有了。老师也在心中做了，前面往前面一点，好好好，抬头抬头抬头，有了有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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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了，九八七六七五四三二一，阿婷。到底有没有了？到底有没有哦？要，我帮你看要几张哈？三张，来，刚好一个人一张哈。对，来，请回座。来坐。好难哦。好，来换我们的整个部队，谁要来唱？哦，有了，那姐，那边我们他最会炒菜啊。你有信心吗，姐？嗯，也是有信心。先不可以练习，不能练习，不能练习。是，对，没有练习的，先戴眼罩。你不用戴眼罩吧？还是要戴吧？来来来，来，一分钟计时开始。拉拉木喊，嗨，拉拉木喊，拉拉木喊，你拉力。慢慢来。9 8 9 10 11 12 13 14好，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这部队呢，拿到了三张，所以获得300元啊。但是我们队呢，拿到了14张，有1400元。啊，但是呢，我们节目没有那么狠心啊，两队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精彩，所以各加码2000块，所以这部队有2300元。这个不对，3400元。开心了啦，哈！开心，开心，开心了。来，姐姐分享一下今天来这边玩的感觉怎么样？哇，很想再来呢。没想放轻松。对对对，再来，下次来的时候就放轻松了嘛。对。哎，整个部队呢，今天玩的感觉怎么样？代表代表。很棒哦！我还想再来，还是你只想要来拿红包而已。我希望你们多多来了，你们来也带给我们节目很多不一样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对不对？来，老师今天对两队的表现怎么样呢？都很不错，很不错。可是我自己没有拿到红包，开玩笑。还有什么？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吗？尤其是男士阿美语。希望男士阿美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很精彩，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那个主语。对，
谢谢。从不同游戏的方式，或是教学的方式，大家学到我们的男士阿美语。而且老师在旁边看得很开心。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做节目很重要的，长辈在看的时候也有参与在其中，这是我们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没错。好了，今天我们学的是男士阿美语，下一次我们要学什么样的语言呢？准备好你的足语字典，开心英雄，我们下次见，拜拜。今天呢，就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兰屿岛上的雅美族。你对于这个族群的一个认同跟文化实践，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他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不听使唤。我在海上的一天。如果你有捕到鱼的话，就帮你们那一队得一分；但是打到螃蟹的话，就是扣一分。